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萌新星座，喜欢请多支持。每个人关于爱情的幻想都是甜蜜而温馨的，但现实是，如果你遇到了钢铁直男，那就洗洗睡吧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盛产钢铁直男的三个星座。金牛座，金牛老实本分，善于理财，是个过日子的好伴侣。但就恋爱来说，金牛过于的稳健，不会花言巧语哄女孩子开心。和他们在一起，你会觉得自己爱上了一块木头，很难得到想要的回馈。摩羯座，摩羯勤奋敬业，努力上进，跟他们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踏实，但有时候真的分不清对于他来讲，自己和工作到底哪个更重要。明明是个精明无比的人，却领会不到聪明的暗示，很让人伤脑筋。白羊座，白羊性格直爽，不乐于助人，做兄弟自然是没说的，但是和他们谈恋爱真的会让人很受伤。做事简单直接，粗线条，让你所有的女儿柔情都变成了渣，伤了个稀碎还毫无察觉，简直可怕。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